白泰米是日方的奸细，就是害死你的凶手吗？要瓦解整个组织，就要明白擒贼先擒王的道理。许英明，你仍然过着像老鼠一样的人生啊！你是谁？你投资示众的专案，想以此对他赶尽杀绝吗？知道了，干嘛还要来烦我？你知道十年前泰米跟我对示众做了什么事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《芝加哥打字机》。